其实本来在野阵营这边根本就觉得啊，不是我们国会改革法案过了就过了，本来天下本无事啊，对对对，过了就过了嘛。但因为绿营他们就说、啊、不行啊，我们要提示线啊，我们要怎样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再反过来抱怨说立法院这边去浪费钱。民进党今天会讲这个题目了哈，显然他们是要让大家造成一个错觉啦，说哦啊你这样搞得好，那个立法院好浪费啊，对不对？我们的几个机关。 才请了一团律师，总共花了100多万。那你们立法院一方请四个律师，也要花180万。我跟他讲啊，律师的这个酬劳哈、是要看你工作所花的时间。4个团队打你1个团队，那他们花的时间呐，好，最重要是他们花的时间呐。我们一方对你4方，然后我们难道准备的时间一样，跟你们一方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意思嘛。民进党这个吴委员讲的这个友情价、公益价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啊哈，来理解这件事。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熟客价啊，一直给你介绍生意，对不对？那你讲说哇，这个我要给你一个大折扣啊，我就是觉得哈，这种这么酸的这种文化哈，我觉得民进党把这个部分带得非常的让人家觉得不敢领教，已经无聊到一个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讲的程度了。我们都形容说，这次在野阵营的这些诉讼代理人很像被群殴，然后整个那个人数比例非常的悬殊。对，就四个团队打你1个团队，那他们花的时间呐，好，最重要是他们花的时间呐。 事实上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因为他要应付4方对他的攻势，好，所以他们说实在，到最后只花180几万，然后对方宣称他们花了150，对不对？说实在，他一个团队对你4个团队了哈，这个180几，我认为是完全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最重要是花的时间，他不是说我们一个团队你4个团队，为什么你4个团队的钱跟我们一个团队差不多，问题是我们一个人一方对你4方，是我们花的时间，对啊，是花的时间。而且另外一个哈，我想民进党这个实在是很，我要讲是讲说哈，也实在是这个有够理智也要面子也要哈，因为当初啦哈，大家都知道宪法这个法庭这个诉讼哈，是民进党党团其中一个当事人，他们也发动，然后呢，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3方一起哈。 那可是当初立法院这一方当然是这个是等于是韩国瑜等于是被告啦，哈，当时被告。那可是韩国瑜当初说，那我们立法院总要找人去应对嘛，去应诉嘛，哈。这个当初这个团队的组成啦，哈，民进党还有说要党团协商啦，意思就是说这个团队组成代表立法院要出去应对。 这个4方的公示的哦，当初民进党还有讲说，哎，那些人要派哪些人啊？他们要协商啊。那是后来因为觉得这个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你去告你是原告，你去告人家，那你现在又要参与被告的诉讼的策略，好，等于是被告的律师也要你民进党参与来选呐，啊，因为这个实在太过不合理了。真的。那后来这个柯建铭他们当然也就算了，好，没有，就他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放弃，但是我们有这个权利哦。好，他们说他们放弃，就让这个立法院他们去找机关代表跟律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又把这个律师费的事情拿出来说嘴哦，我是觉得已经是让人家觉得很无言了。好，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啦，哈，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法律界的朋友他要出来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好，那以1打4，而且。 民进党当初事实上还想染指整个团队的组成过程，好，所以我们是觉得他们这几位有这个勇气啦，而且有这个成绩啦，好，现在当然我们本案的辩论完了，结果怎么样，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对于大法官在当庭所提的很多的问题啦，好，我们是觉得让我们对这个结果不能很乐观。 其实从头到尾啊，因为我们其实光是看他那个宪法法庭上了，不管是上一次的、这一次的，然后整个人数上面的悬殊，我们大致上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想要去塑造一种，你看在野阵营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这话都讲不清楚，就是他们想要去把整个现象把它往这个地方去导，因为其实以绿营来说，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他们会去剪什么短影片啦，然后就把断章取义的片段拿出来说你看。 看吧，在野阵营都回答不出来，你看吧，就长这样子，他们就是一直会往这个方向去倒，所以其实对外界而言，或是对蓝白阵营的支持者而言，其实看了也觉得好像这是他们想要透过这去走一个过场。 然后最后，其实整个结果，大家好像心里都已经有一个定数在了。保真，你说这个话哈，我相信是很多人心里面真实的想法了。好，那我说实在，我们当法律人的人了，好，我们实在很不想这样去想宪法法庭啦，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我们法律界，讲起来也是非常有资深、德高望重的一群人啦。好，但是你今天，这些大法官们也要真的看一下说。 你们在做裁决的过程呢，哈，还没有出来，但是社会上的那种质疑声四起，而且人家对于你们的裁判结果表现出非常没有信心，很多事情等于是跟社会大家所期待的公正形象啊，你们是反其道而行嘛，好像之前那个更引起社会大家这个议论纷纷的死刑议题，好，那你大法官几乎等于是在。 现场就有些表态了，就说为什么我要听民意的啊？我为什么要考虑民意哈、啊？那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啊，都让人家对这个整个司法机关啊的形象跟信心啊，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大法官，你为了这个位置哈、啊，说实在的也不用为你个人啦，因为他们很多人10月底就任满了啦。但是你为了司法权哦、啊，在台湾长久的人民的信心哦、啊。 我觉得真的应该要考虑清楚哈，不要顺着这个提名的是谁，你就顺着那个来哈。我觉得这个才是会留下历史定位。这个内行就在这，我一定要来请教高思博大哥，因为呢，绿营的党团哦，这边这个吴思瑶委员他是出来讲了一句话啦，他说呢，哦，其实哦，这一次他们的请来这些坚强的阵容呢，也是有一个友情价，很感谢他们情义相挺后友情价，为了正义挺身而出哈。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哎呀，我们委任的3位民进党团委任的3位律师是自掏腰包，好不好？重点自掏腰包。 腰包没有花国家的公帑哦，几位律师们是友情价、公益价，但这我问题就来了。假设说是友情价、公益价，那等于说是用低于行情的价钱来请到他们，那这样会不会很怪？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去破坏了律师圈的一个行情？这是一个哈，然后再来就是说，那好，如果说4个单位都提释宪，然后需要请到11个律师的话，那好，4个单位都提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下面花心下面逮鸡哈？因为这有点怪，就是我相信，如果以这个法律人哈的一个角度来说，哎，用行情价、友情价对。 来请，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好像是希望不要让大家质疑他们用了国家公帑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说没有，我们这个费用都压得很低啊，没有蓝白阵营那么多啦。他们现在就一直往这方向。那我不晓得高思博大哥你怎么看？好，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问题哈，首先第一点，我们来跟大家回答哈，民进党这个吴委员讲到这个友情价、公益价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啊哈，来理解这件事。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熟客价啊，哦熟啊，对你一个人一直给你介绍生意，对不对？那讲说哇，这个我要给你一个大折扣啊，对啊，所以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你与其讲的说啊友情价、公益价，你不如讲说是熟客价、回头客价，哈。那你的律师其实很靠口耳相传啦，哈，很多那个律师界的朋友都知道说他的那个客户哈，很多都是说有服务过的人在帮你介绍，所以。 我相信他们这几位哦，大概这个有不少的这个客户了哈，可能民进党的朋友帮他们介绍的也不少了哈。那所以我觉得讲的是友情价、公益价，不如说就这个就等于是回头价、熟客价、熟客价。那第二个你讲的问题哈，就是说有没有必要4个单位他都提了哈？如果你就他们。 这个政府这边原告攻击方来讲了哈，他们4个单位都提倒是都必要哈，都必要，因为他们4个的分别都是不同的条文哈，比方说总统府它相关的是15条之4，好，那行政院、监察院还有民进党党团哈，他们很多分别的都是跟针对不同的条文来提，好，那因为他们有些你说总统府那个条文啊，你让民进党提也没有道理，好，所以他们4方。 都提，因为这跟他们立法院职员行使法那个修正刚好就跟他们几个机关都直接相关。好，可是这刚好可以用来说明一件事，就是你组成四路大军，你也必须，如果你真的民进党要对这个发动视线，他也要四方人马都出击。好，是好，那他四方人马出击，那你说立法院这一方用一个团队对你们四个团队，那你现在又来酸他说，哎，你这个律师价钱比我们贵。 我们一方对你四方，然后我们难道准备的时间一样，跟你们一方是一样的吗？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意思嘛，讲这个很没有意思。我就是觉得哈，这种这么酸的这种文化哈，我觉得民进党把这个部分带得非常的让人家觉得不敢领教。就是说，你好像什么都要酸，合理的事情立马提出来。 修理你一顿，反正能修理你就修理你。我觉得这简直到已经，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感觉是已经无聊到一个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讲的程度了。嗯哼哼，就是他什么都要，就我觉得刚刚就是高斯博委员这边有提到，他就是赢了，不管面子里子他都要啦。就是他，即便我们现在大家当然还是希望说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可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状态哦，但是。 我们也希望大法官哦可以三思而后行，为了我们的司法环境哦，可以让大家存有这个期盼，然后希望大家的这个期盼还是在的。好，那这边呢，其实也有这个讲到哦，我们看一下哦，哎，就是这个。 刚刚其实有讲到这个回头客价嘛，因为大家就觉得哎、好奇怪、啊。好，这边呢就有一个报道，这边就有提到了哈。好，根据这个政府电子采购网的资讯呢，行政院他聘请的这个大恒国际法律事务所哈，常年都是承接了政府的标案，光是今年为止已经得标了4个案子，而且呢总共是383万元。那去年呢拿了771万，2年合计就破1000万了。哦，必须说这个关系还不错。 哦，关系很不错。那所以的就是刚刚就回归到，哎，难道这是一个感恩老客户的大回馈价码吗？就是回头客价，好啦，小小啊呗，就便宜算就好。大家都友情都那么稳固了哈，不用这一次我们还有很长久的时间要合作，所以不用这一次收太高没有关系哦，我们可以便宜算。然后再来就是这也很妙，因为其实宪法诉讼老实说，这一次算是绿营这边先挑起的嘛。 其实本来在野阵营这边根本就觉得啊，不是让我们国会改革法案过了就过了，本来天下本无事啊，对，过了就过了嘛。然后因为绿营他们就说不行啊，我们要提示线啊，我们要怎样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再反过来抱怨说立法院这边去浪费钱哦，其实这也是蛮神奇的一个逻辑。就是我跟你说，里子也要面子也要，对，是你挑起这件事，那人家现在应战，你又说哎。 这个钱你花的太多了，对不对？对，难道我们不能为自己辩解吗？对，对啊，我们总是要找人帮忙讲吧。对，而且您刚刚那个提到宪法诉讼哈，其实说真的，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啦，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律师。那这一次我刚刚又跟大家这个先说明哈，这次要找人的过程真的不容易啦。好，因为这个案子哦，律师公会都已经表态了、哦，所以大家在要接这个案子，事实上有压力哈、哦。那所以找人很不容易。 那不能不找律师，好，这个我可以跟保证跟观众朋友讲的非常的斩钉截铁，好，不能不找律师，而且要找有经验的，好，因为说实在，你在那个现场，那么那种电光石火的那种交锋哈，你如要去应对大法官那些其实都蛮深奥的法律问题哦，其实如果你没有经验，然后没有相当的学养啊，很难做得到，而且说实在，那有很多面向哦，也不是一个学者啊。 他可以精通各方面，比方说，有人他精通的是，比方说，总统要不要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可是他对于宪法诉讼法的程序面，比方说暂时处分，他不见得熟，所以你真的需要组成一个团队，去 cover 方方面面。那第二个，您刚刚讲到那个，一个事务所、啊，是这个标案接了这么多啊，哈，你说2年破1000万。 一年383嘛，今年300，去年771嘛。我还很有兴趣的是，他得标了4个案是什么样性质的4个案？因为我相信那4个案里面哦，有一些啦，搞不好就直观来看哦，你就会发现它跟法律服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好，就我记得我没有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没有仔细去 Google 哈，就是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哈。 就接了一个奇怪的案子，好像是跟观光有关系的，就是那种说什么去帮人家写，他名义写的有点勉强，就是说去帮交通部观光局拟定一个什么定型化契约，然后呢，如果有客诉，也由这个事务所去负责。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你律师事务所怎么能去负责客诉？哦，人家如果真的外国观光客来有发生纠纷啊，还真的打电话去律师事务所客诉，你有办法处理吗？这个能处理吗？对，所以就很怪，就是他们那个拿标案的，就是除了你讲的金额以外。 其实，如果有我们可以把它找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 Google 一下那4个案是什么案子，搞不好很怪，就是根本我们一般认为说，哎，律师事务所接这个很不是很怪啦，不适合，他你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服务嘛。像我刚刚讲观光客诉的这种服务，我不相信律师事务所可以做。对啊，他们知道怎么，还是他们有合作单位，有办法处理。那你如果要转包的话，你何必呢？对不对？你如果要转包的话，你何必就全部都给律师事务所？所以。 我觉得民进党这对那个啦，对法律界是蛮下功夫下得很深啦。 真的好，然后这边呢，其实国民党的这个翁小玲委员呢，他其实也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呢，他觉得应该要请这个总统府等等4个机关都要来公布诉讼费这件事。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去讲？他说，因为他其实曾经有跟这个立法院去询问这个诉讼代理的费用嘛。那当时因为立法院的这个秘书处这边他说，哦，这个基于是业务机密，所以没有透露。但是王定宇委员又是怎么拿到的呢？因为这个当时那个这个费用的消息嘛。 就由王定宇委员这边他把它来传了出来，那所以呢，因为本来大家比较担心可能会有一些比价的问题啊，所以可能不去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机密或是合约内容也可以理解。但委员他就会觉得说，哎，那所以民进党是比较神通广大，然后都有门路可以去得到这些讯息嘛，大家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立法院要请他们几位诉讼代理人啊，我好像听他们有跟我讲说。 事实上好像还是要透过招标的方式，好，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翁委员他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他那个时候去问的时候，搞不好是立法院的那些同仁啊，好，业务同仁啊，还不大方便给他的时候了，好，可能应该是那现在那个王定宇委员拿到那当然了，现在如果他是公开招标的程序啊，那这个消息大概是可以查到，就可能有那个时间落差，对，也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要是可以厘清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记得他好像是要经过招标。这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因为王定宇委员他以前都常常会把一些那种国防机密的突然把它曝光出来，他特别有办法就对了。就大家都觉得他好像特别有门路哈。哎，我觉得造成这个形象也不错哎，就让人家觉得说，哇，李大雄哦，神通广，而且都没事哦，后面不会有事哦，都可以有那种后门的消息啊，对。 都有后门消息可以拿，那重点是都不会有。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